所有的检验的人员大概都漏夜都没有睡分着四批把所有该检验的都检验完毕。整夜没合眼，因为北部医院爆出院内感染，就怕还有隐藏确诊者。目前框列464人，一采全是阴性，其中包含医护39人都在进行隔离。但专家提醒，出关前的检验绝不能大意。而且隔离之前呢，因为他们要回去照顾病人了，所以那时候最好采2次。另外一个是被更保险的做法是，现在就验个抗体，2个礼拜以后再验一次抗体。如果有人在这2个礼拜之间产生抗体的，这些都是有问题的。每天上工，装备一样都不能疏忽。疫情爆发1年多，前线医护背负重担，容易让防疫疲乏出现漏洞。一个人照顾太多病人，做感控一定会出错的。有两组人来照顾，轮流去照顾病人，这样子呢，新鲜的人进去呢，那段时间他警觉性还是会比较高。医护人员染疫风险浮上台面，辛苦坚守前线，民众也得做好防护，共同守护台湾。戴萱、隋成、柯信智台北报道。